是阮唔那会达成和解，而且应该讨的公道，拢会讨讨回来。何小平，你给我出来！陈嘉诚，那不是恁两个查某人讲话不算话，害我办代志不负责，我哪会来这啦？小平到底是阿你做啥？你给我清楚。钱提到手，你就马上把阮阿姨放倒来，安那无，我会报警的。赶紧拿起来！这里面是我跟柯小平、方美兰达成协议的录音，钱我不爱滴啊，明天你拿去报销啊！啊！妈，尿气啊！你敢尿气了去？啊！已经无富贵惊到，才会骂你。咱你袂当讲是咱的对啊！我生日要到啊，我打算要办一场庆生会，把方美兰跟王家的人约来，大家看到我的眼睛，一定会放下心结。魔镜，魔镜，像是这世界上上歹心的查某人。恁看了就会知影讲，啥种个夜会这么坚持，一定要去参加柯小平的庆生。妈，今日阮唔那会达成和解，而且应该讨的公道，拢会讨讨回来。柯小平，你给我出来！陈嘉诚，那不是恁两个查某人讲话不算话，害我办代志不负责，我哪会来这啦？小平到底是阿你做啥？你给我清楚。钱提到手，你就马上把阮阿姨放倒来，安那无，我会报警的。赶紧拿起来！啊！赶紧，赶紧倒啊！这里面是我跟柯小平、方美兰达成协议的录音，钱我不爱滴啊，明天你拿去报销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